为去年十月开幕的三峡花园水道博物馆，近年来唔那是大受欢迎。更是伫国庆连假期间，迎接了第70万人次的游客。台中市长黄伟哲特别到场祝贺，而这位幸运的游客会当得到一年份的免费门票。对去年十月开幕的三峡花园水道博物馆，每到假日拢吸引各地游客前往参观相当的热门。嘛，伫这次国庆连假当中，正是迎接了第70万名的游客。台中市市长黄伟哲更是特别前往祝贺，并且准备了大礼，要来送给这位民众。那都表示见证了台南是一个好观光旅游的好地方，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来，不管是要观赏精美的艺术品啊，或者是要来看风光山光水色啦，或者说美好的这个户外景观，其实都很欢迎来台南，更不用提其他了许多美食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边很高兴能够颁我们非常非常多精心设计的奖给这个水道博物馆的第70万位，好，那将来如果第100万位的这个观光客的话，我们可能奖品会更多。除了讲是欢喜迎接第70万名的游客以外，更是推出了周年庆的一系列活动，有着相当侪的亲子活动，让大家伫个即处连假期间来到水道博物馆，拢会当度过一个轻松佮趣味的假期。记者郭佳敏、三雄区采访报道。